今天的第一首歌曲，首求求你给点力，献给大家。那我在场所有的零零七朋友，大家都好，我是动感叫蛙佳敏，大家对我应该不会很陌生哈。OK， 那今天有点小小的沙哑，开始有点阿杜的声音出来了。OK， 今天抱点小病上场，所以真的有什么唱的不好的地方的话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样多多包涵。那同样感谢老板娘给我嘉宾这个机会来到这里为大家献唱。那同样的老话一句，如果想听什么歌可以尽量点上来，那只要会唱的话都可以尽量的为你们安排啦齁，如果今天声音唱得到的话。OK， 好，那节目律师安排来下一首歌曲来声音。